我班上来了一个新的转学生，叫做小明，他人很好哎，他都会送给大家礼物。然后我就很怕振宇跟庆统啊，收了他的礼物之后，就跟他变好朋友，然后不理我了。哦，妈妈，要不然这样好了啦，你陪我一起去买礼物送给他们好不好？只用这个物质来交朋友的话，你找到的朋友就是他只是喜欢这些东西才跟你交朋友的。大家一起想想看，哪些方法可以获得友谊，顺利交到好朋友吧。他犯错的时候要原谅他，做决定的时候要遵守，可以赞美他。赞美朋友的话，也可以让你交到好朋友哦。我们期待朋友是出于真心的，而不是用物质来交换。我用真心交朋友。当我们同在一起，每周日上午11点首播。